这间是五甲大庙龙山宫妈祖庙。好、哦，上面的灯真的做得漂亮。哦，灯在里面大了。我刚刚我都唔曾有这个停车场。香客停车，哈、哦、哈，一个小时，晚上十点清场。哎呦，听到我那鼓啊声，黄真快议长的声音，了两间的拜天公。哦，这是庙的外墙呢。陈翠兰议员。